11月10日，天后卫视将隆重呈现天猫双十一狂欢夜。双十一唔单止系购物，星光闪闪嘅双十一狂欢夜有包括罗志祥、张艺兴、朗朗夫妇、华晨宇、李荣浩等嚟自全球各地嘅名人红星，为你带嚟4个钟头演出。2019年最火爆综艺之一者就是街舞队长们同王牌家族上演综艺大 PK， 一年一度嘅全民狂欢。11月10日星期日夜晚7:30，敬请锁定天后卫视天猫双十一狂欢夜。本节目感谢 Stay Fun 冠名赞助播出，并感谢以下赞助商。